中台凯米莱席科技厂呢也全面备战，像是台积电呢就最新宣布已经启动例行整备，紧急应变中心也已经待命中。那么为了要防淹水哦，像是科技沙包业者呢真的也是忙翻了，像是我这一种只要两三百公克的竟然可以吸水25公斤，在这两天询问度也增加，因此不停的在加班赶工。用力撑开黑色布织布，拿起来相当轻，只有200到300克。台风逼近台湾，现在这种科技沙包业者简直忙翻了。薄薄一片布织布要怎么成为有用的沙包呢？就是因为里面有吸水性的高分子，只要碰到水，不用两分钟就能成为吸水性沙包。打开水龙头，把沙包放进去，真的不用几秒钟，立刻膨胀吸满水，可以吸到25公斤。而这个科技沙包甚至还能晾干重复使用，一个大约200元，网络上好多业者在卖，一天就要做5到600个。台风靠近，从2天前订单就暴增，几乎一开卖就卖光，工厂只能努力赶工。会啊，会买沙包。怕那个马路会淹水淹过来啊！一般都会准备沙包，像市政府有提供一种，就是泡到水它自己会浮起来那种，所以其实可以跟里长或者是市政府询问。除了防淹水，科技厂也高度戒备的，当然是不能断电。穿上螺丝，主机接上电池，确认一切准备就绪。科技大厂最怕跳电停电，几乎都有这台不断电系统 UPS。台风来临，系统厂也全面备战。大概是3个月一次，一季一次。那种岁修的话，大概是有的是维持一个月或者是一个礼拜，不一定。整个停下来做内部的清洁，以及看哪些电容需要做更换的零件，赶快做汰换这样子。家庭的也有啊，家庭可能就是最主要是电脑啦。内湖科学园区也有部分商家已经堆沙包，竹科也紧急成立应变中心，联电、人保则都启动防台程序，做好准备，让影响降到最低。东森财经新闻，钟武君、王玉平台北报道。看盘不中断，赶快来按赞。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来喽，快点扫 QR Code 加入，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。最及时的盘中资讯，最权威的投资分析，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，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。